你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刘雨欣，啊，来自蜜蜂少女队，哎，就是那个 idol 哎。我现在是歌手，但是有一直坚持在跳舞，然后现在来个 popping。你看 popping idol， 根本就没办法跟 popping 大神比啊。就说老实话，我挺排斥 idol 的。我们这帮人最高水平在这儿了。idol 就会跳一些韩舞啊什么的，不厉害呀、啊，没有什么实力呀、啊，就是靠你的颜呐、啊。我觉得没关系，因为本来现在的身份就不是舞者嘛，把我想做的、想跳的跳了就好了。很棒，很棒，跳篮还可以，挺酷的。毛巾，可以可以，这套确实大。刘雨欣，她的动作砰砰砰很干净，啪啪啪啪，然后看她跳舞的时候就会被她迷上，给她毛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下一位，白姐，白姐，你好，我叫刘娜，刘娜，今天跳的是 Wacking。Wacking。All right， 上海 walking 一把手，而且是我们中国的 walking 吗？DJ drop the beat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the Detroit Theater continues our legendary talent contest with the Indie Fatigable Step Sister。想说句话，他一犹豫，我就觉得他没有什么好话。你好漂亮哦！好听，很有气势，很美，很漂亮。我觉得那种 show girl 要来，哗啪，你知道那种，就觉得好像 ballroom dancing 要来了。你可以 battle 吗 ？OK 啊。超想看 wacking battle。我超想看一个 Wacking Battle， 有谁敢跟？好 ，OK。我已经想好，我如果是比较厚的话，我就会去上去 call， 为自己争取一下。现在的 Wacking 的比赛，我基本上都是做裁判啊，什么我自己其实很少去参与这种 battle 的过程。当我能参加 battle 的时候，其实我还是有一种兴奋的感觉的。Let's get it。
我这个，哎呀，很棒很棒，你们两个都很棒。都要都要，都给了都给了。真的想都给，我真的都想都给。其实我只想看你跳舞，你真的很美，跳的时候都在发光。我不听。OK。OK。给我一条毛巾，都站出来吧。不要，我要看着他。陈为什么？因为看不到了，以为很快就看不到了。你要正面吗？对。你怎么这么没自信呢？就是没有。你以为你很漂亮。Leona， 她跳的时候就真的很美，很漂亮。但这是街舞，这个也需要 battle。我不知道接下来可以撑到多久 ，YY 就另外一个料了。要女要很女，要那个炸气也有。所以看到 YY 的时候就觉得，她非常非常是我喜欢的 Wacker。谢谢，给 YY 了是吗？没有想到我选择他是因为他长得帅，他不选我是因为我长得美。我没有想到这一点。啊，我现在只有剩四条毛巾了，快没毛巾了。没多少毛巾了，大家一起加油。我希望你们用你们真正的实力，然后拿到这条毛巾。来吧。